来把门多玩一下。怎么都可以配这个霸王血铠，待会攻击力很高。对这个血量装有个四五百的攻击力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上单胜，带点蓝的这么凶吗？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听话的病人讲贴纸。不对，讲刀子。全军出击。这T毛得注意一下，他又没上线，这没上线可能在这个狼附近啊。OK， 露头了。勾上来，正面抓就好了。直接给他通个电来。怎么都刷野很快的？这版本理论上只要是刷野特别快的英雄都是加钱。因为这野怪收益变高了。而且现在带这个强攻伤害很高，单挑很厉害。出个这个吧，他依赖大招了，主要是他这个大招的话一级跟三级一样的。出的钢币可以最大限度的享受到它的效果。蒙多想念以前的办公室，那时候墙上全是枕头。打野是打野，线上是线上，在直播间就聊打野，不要聊线上。就像蒙多常说，使劲学。减速一下，
应该死。老是问不这不出那不出，你那玩线上跟打野能一样吗？先升个六来，把我野偷了下，没必要去了。上面说副作用可能包括鱼骨撕裂，这操纵控一下来吧。我会注意的。我这也吃了吧，刚好剩六了。打野主要是以刷野效率跟抓人为主啊，其实正常来讲应该带疾跑，但是这个版本疾跑太弱了，所以就甘碧可以代替一下这个疾跑的效果，还让我们大好的快。怎么说这英雄没有大没有用呢？跟那个谁有点像。我是个好医生，看过的病人犯病从来不犯第二次。哎，到了游戏的时候了。丢到了丢菜刀的时候了，对，跟拉夫一样都是斧头啊，拉夫也是没大就没用了，也是需要走到人家脸上，这过程中你要吃很多技能。我在上待这么久他龙不打，打了个 F6。开大家30的攻速，15的移速，小疾跑啊，八秒，这版本疾跑才十秒，那八秒跟十差不多时间，其实。真牛批，直接进化 W 的，我是没想到的，不刷野了，那这样可以买个桑水鞋加板甲。把 E 跳了，他没有 E 可以搞一下。这W 跟R血量低再开。这时候可以开R跟W。三分之一左右的血就可以开了，这时候收益是最高的。接文某人续费的撞粉，刷一千野，我这个待会儿大就好了，这伤害算好不会死的。
血量低的时候开耀辉的血才多，知道吗？给你加的血才多，你加的血多，回的血才多。一个加给你加的是损失的生命值，一个回的是最大生命值。你损失的生命值多了，你最大生命值才多，这样的话你开大回的才多啊。所以血量越低就等于血量越高，对于门多来讲。那这个尺寸要拿捏好，不要太极限了，太极限的话你就直接被秒了。让他推了走。丢个眼，待会螳螂会来的。他杀不死我们，但他可以恶心我们，他打不过我们的。他进化 W 就等于脚白旗了，这螳螂不进化 Q 刷野又慢。我这眼 一直没人被人排掉，这是个好习惯也是个坏习惯，但会容易卡自己的经济。他为什么能被打断？这老鼠死了，可以给他越了，待会儿他跑了。没事给他笑。回家了，先来个三速线。他这里面有眼在的，给他再 Q 一下。那没 Q 到他 ，Q 到他就死了。直接给他越了吧，刚好陷进去了。有眼的你卡毛视野，直接给他越了就好了。先把他这个骸骨破出来，等圣嘲讽一下他就死了。哇、哦，这个肾是真的捞，给个扫描来了。这件把巨九买了，待会直接 AE 巨九强攻就出来了。这一套连招这爆发很高的，拥有27个医学文凭，芒朵医生一定能治好你的病。等他把风吹了，可以上了，可以上了。差点钱好像，差个150。
我看这条什么龙，土龙，来个风龙魂怎么样？再来个风龙魂，我这把就无敌了。醒醒醒醒！我别睡了。这一血塔好像还没掉啊。下一件就可以出血铠了，我都已经把它升级的经验白给我了。它的时光有这点不好，就是你点能升级的时候，它这经验会浪费掉，它多余的不会给你，这点很不人性化。就比如它能给你1000经验，当你差10经验你就升级了，所以它就只给你10点。大骗了走，不用管他，他自己大点。死不了，他们打不动我。哎呀，我大招回血，现在给我大招盾。这老头待会再给我大复活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死。我就怕他们不跟我打跑了，这来脸上就很好了。就是皮城人，但我没护甲，下一件出血铠没用，纯沙包这样的。感觉先来板甲比较好。炼金龙魂。这没护甲的话，待会穿上那沙袋，免疫一下，减速了。哇，你胆子这么大吗？来来，强光效果一直在呢。就哪个门？看到他了 ，OK， 他死了。你怎么敢啊？醒了没有啊？醒了没有？醒了没有？请在你的盟主的指导下使用。玩得来玩得好勇啊！醒了没有？我大追一下，小菜刀来一个。哎，怎么我聚酒都开了，怎么不自动 A 一下？跟他 E 聚酒 A， 站在原地不动也没丢视野。我跟他这个聚酒都打开了，正常连招直接 A E 聚酒，刚好三下强攻。自动攻击肯定是有开的，好，无敌了，无敌了，我都不知道这把怎么死，求真对，真的。这一件来个血铠，这血铠可以给我们提供大概150左右的攻击力吧，极限的情况下，面板应该有个100点，血量加攻击力。这边应该有人会出来，有红 buff 在门这边等。
看到他们了，先打完红吧。一跳过去了，这不可以杀了。看到你，很像跑了，还是就采蘑菇，他减速不了多少我呢。嘲讽呀！不痛不痒，我可以让你打十次，当你被我打一次你就死了。这么想打吗？那打吧，那打呗。而且我大可以回血，来吧。想念以前的办公室，那时候墙上全是枕头。他的双鞋的免疫减速到底有没有？之前我记得测试服的时候是给他删掉了，应该是有吧？不会是文本描述的问题吧？他这个国服文本经常出错。但是我觉得这三岁鞋没有这个免疫减速的话就没什么用，就不能叫三岁鞋了。绑甲是还有的。鬼的听你怎么看？哦，我赞成。哈，很好，那就全主要这个阵风有点尴尬，你坦克出败魔比阵风强多了，你打菜刀对这魔看你又吃不到。所以感觉没什么必要。醒了没有？充电。醒了没有啊？玩归玩，闹归闹，不要跟你门哥开玩笑了。可以回家来个血开了。OK， 直接400了。面板给多少？面板刚好给100。血量低的时候还有再有加成。我操，不让爽吗？这我是最好玩的时候出完血开。哎，舒服，这门多可以啊，这